南方的秋天似乎都来得比较晚，八月知了还在奋力地宣泄着夏日最后的酷热，三伏天的人们大多会厌烦太阳，周末阳光把空气加热到38度以上，只不过一起升温的还有着大家对食物的热情。火锅这种传统的烹饪方式不仅仅是为了美食，而且蕴含着饮食文化的内涵，为人们品尝贝天雅趣。风花雪月都是景，柴米油盐皆是诗。吃火锅时人类的仪式感似乎也都是一脉相承的。作为资深干饭人的我们，对于食物有着不可言述的热爱，所幸迟到不孤，好友中总会有那么一位天赋异禀之人。得两个勺了，得三个勺了。比起吃，大家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往西。每每在这种时候，人间烟火中的诗与远方就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，给人极度舒适的身心舒畅，也能理解大家为一顿野餐倾注的热情。毕竟五阿哥都说了，在这青山绿水中吃饭必须诗一点呢。不管怎样，离开之前请带着你的垃圾，把自然还原成你来时候的样子。感谢观看，美好的一天分享给你，我是虾丸，努力干饭，记得点赞分享，回见。